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多头螺纹编程加工啊。我们今天用 G32 代码来讲解这个图 M30 乘以三双头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M30 它的工程直径啊，工程直径。那么这个三的话就是它的导程，导程等于我们螺距乘以它的头数。然后这里标注是双头的话，那么它螺距就是一点五，然后导程为三。 我们用 G 三二怎么来编写这个程序呢？首先，G 三二代码我们后面可以跟 Q，Q 值是什么？Q 就是角度。我们这里一个圆啊，这里一个圆就是我们这个工程直径三十的一个圆。一个圆的话，我们一个圆它的角度应该是零到三百六十度，零到三百六十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加工双头的时候，假设第一刀我们是以这里。 学入螺纹以这里学入，这里我们比如说是 Q 零度，那么我们要加工双头的时候，第二头是不是应该在它的,它的对边这个地方，然后开始下刀学入，然后而这边就应该是我们的 Q 一百八。同样，如果它是三头四头怎么办？如果是三头，那么三百六除以一个三就是一百二。 那么它第一头 Q 值为零，第二头就是一百二，第三头是两百四。如果是四头，那么三百六除以四。不管是搭多少头，那么用三百六除以它的头数，那么就等于它这个螺纹每一头需要学学入的那个角度。那么编程的时候怎么写呢？编程的时候，我们前面基零，X 定位 X，假设我定到二十九点五。 那么 Z 我随便给个定位 Z 五，下面我直接写 G 三二 Z 螺纹长度，比如说一百 Z 负一百。100, 那么 F F 的话，这里是双头的话，那么我们要写导程，那么就是 F 三，而不是写 F 一点五啊，F 三。那么后面跟加上 Q 角度 Q，然后零 Q 零的话就是加工它第一头，第一头加工完之后我们退刀。 G 零 x 退刀大于三十啊，比如说三十五，那么 Z 退刀，Z 退刀，Z 定位点还是定位在刚才的 Z 五的这个地方，定位点不变啊。我们这个 Q 值借刀，Q 值这个车多头的话，它定位点是不变的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头怎么写，第二头还是 G 零 x 二十九点五。 g 灵 X 二十九点五，G 三二，Z 负一百，F 三还是它的导程。那么当我们测第二头的时候，这里 Q 值的话就变成了一百八十度。那么根据系统不一样，如果是以法兰克为例的话，它三百六十度零到三百六十度的话，它应该是三十六万，它的单位是三十六万。那么我们这里就是十八万。 个十百千万再加一个零，那么第一头为 Q 零，第二头为 Q 十八万，那么这个是第一头程序，这个是第二头程序，也就是说 Q 值这个角度学入角度不同，来实现加工双头或者是多头。如果它是三头的话，那么第一头 Q 零，第二头就 Q 十二万，第三头 Q 二十四万。只要搞懂这个 Q 值，它车。 多头牙的时候，它的一个一个原理啊，原理就是根据螺纹切入点的角度来实现加工多头。那么正常一般的方法，它可以啊、呃、用 Z 改变改变 Z 定位，就是说改变 Z 定位的方法。但是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，呃刀具干涉啊和顶尖要碰撞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Q 值。 Q 角度来实现加工多头，在定位点不变的情况下，改变这个 G 三二后面的 Q 角度来实现加工多头螺纹。同样，我们这个 Q 值在螺纹加工中还可以实现原地借刀。那么后面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讲一下这个 Q 值原地借刀的原理，它跟我们这个加工多头的原理是一样的啊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